高中英文演讲比赛荣南区决赛，学生荣获优胜。陈水香陈老师指导英文话剧国二五班荣获台南县第一名。周贤熙老师指导化学学科能力竞赛全国二等奖。林文林老师指导生物科全国能力竞赛全国三等奖。周一在周老师指导学科能力竞赛南区第六名。李正雄老师指导地球科学获得荣获南区佳作。简立人简组长指导学科能力竞赛资讯类科荣获南区佳作。以及杨凯阳老师、侯英芬侯老师、罗思琴罗老师共同指导美术班荣获相当多的奖项。麻烦以上老师出列，请上场颁发颁奖。哎，小弟姐。